我是日文里ACCE 的 President。今天呢是 ACCE 2016年的 Business Forum。我们每一年都在加拿大有我们在20多年有在加拿大已经办了1000多场的 Business Forum。嗯，今天这个活动要是什么嘉宾啊？他们讲什么？今天呢，我们邀请了刚刚过去的20周年颁奖礼的所有ACCE。企业家奖的得主，然后呢，今天他们来和大家来分享他们成功的经验与一路经过，然后呢，可以给予大家很多在生意上开始做生意，在加拿大创业的一些经验。我知道你也是过去的得奖人，分享一下创业的经验好不好？在加拿大创业呢，其实与世界各地创业都是一样。但是呢，最主要的一点是我们要懂得加拿大市场，懂得加拿大的所谓的法律法规。所以呢，在这里创业呢，我发觉特别需要参加这样的活动。ACC 作为一个商业团体，怎么可以帮助那个 entrepreneur？ 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活动，像今天呢是帮助一些年轻人。刚刚想踏入他们生意的一个旅途，那还有呢，就是已经做生意的人呢，我们会帮他们联络，他们无论在 finance、在 legal、还有 market 那边呢，帮他们打开不同的市场。我们也有带很多的企业家回到中国去，与中国的企业对接，所以有不同的方向。然后呢，包括我们每一年的颁奖礼，来激励所有在加拿大的华人。创业呢，特别是成功的一些人呢，我们 recognize 他们的 contribution。Okay, this way. Oh, it's a good turn.